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家的经典色系。那刚刚讲的这三个是我们的季节色块，那我们把它就是把它全部混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就是 rainbow 的一面墙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家也是有不同的包款，像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Tom Pair， 然后 Green， 然后这边没有拿到。好，然后我想要讲一下这颗，等一下再回来这颗，这条很漂亮的背带，这颗包非常非常的厉害。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皮，它是皮去编织出来的，嗯，然后这个工序，这个皮编织的工序是 Delvo 独家的工序。然后大家就会问说，编织包就是 BV 也有嘛？那它到底厉害的地方就是跟 BV 不一样在哪里 ？BV 的编织包它是平面编织，它是平面，就是皮，就是一条条皮这样交叉交叉交叉。但是你可以仔细看得出来，我们家是上下，它是有点像是织布的那种感觉，是皮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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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是手工去缝出来的哦。